是这样子，他年前呢打过两次针的这个鳞癌，嗯，然后当时是有肝损，这一次是第三次打针前的一个复查呢，就是他们当地的医生就说肿瘤消失，大概是这个位置。嗯，再打一次吧，他想再让他打一次，打一次然后做 PET， 打一次重新做 PET， 看看有没有手术机会，没远处转移吧，就是没有，他想做手术两次了哈，对，打了两次，他主要是有个免疫性的肝损，人哦，对对对，人没来是吧？对，我父亲，我知道他人没来，做个气管镜还是做个，你要全说这种全重新评估，是不是要做一个气管镜，对，重新评估一下，嗯。要确保他没事儿呀，肺有点不干净，看到吧？肺有肺炎了，免疫肺炎。还有右侧有支扩，对，他呼吸怎么样？活动怎么样？活动还行，就是一口气能上几层楼？正常三四人。就是这样的，能耐受手术了，肿瘤缩小了，就要做手术。耐受不了手术了，肿瘤缩小了，啊，现在免疫也很难了。那就做放疗，最好再做个 PET， 如果要不是先评估吧，如果要做手术就做个 PET。好的好的。